次奥运会了，你准备好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你想不想拿冠军啊？想啊。哇，听说莫世奇他们正在学日语呢。哦，冠军的日语又是怎么样说呢？不如我们去请教 Mr. Hiroki。 嗯，你好。你好。嗯，请问冠军的日语是怎么样说的？是 champio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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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亚军的日语又怎么说？是一季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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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那季军的日语是怎么样说的？是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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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谢谢。谢谢。今天我们学了三个词语，希望这些词语可以帮助到大家。谢谢大家。